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坚持游玩》。咁啊，我又同大家玩呢一个嘅第五人格啦。咁啊，其实咧就好耐冇玩过噶啦。咁啊，今次咧就第一次，点讲咧？其实唔系第一次，嘅试咗几次啊。咁啊，今次会试同大家咧用呢一个嘅电脑版嚟玩啦。咁啊，你用电脑版嚟玩咧，就其实咧成件事咧就好似呢一个嘅点讲啊？Day by daylight 咁样咯，系啦。咁啊，而家咧就玩一个逃生者啦。咁啊，律师呢排就点讲咧？其实律师真系几好玩嘅，律师就好适合一啲点讲啊新手嘅人玩咯。我自己觉得，即系或者啲好耐冇入过去 game 嘅一啲人玩啊。即系其实我都好耐冇入，每日都系登入，跟住又登出咁嘅啫。咁啊，好似话而家仲有嗰啲叫咩？有个扑克啊，唔系，一个叫咩即刻模式啊。之后又要揀嗰啲牌，又要唔知几多点咁样，超过几多点就要 out 咁样。咁啊，轮流做杀手咁样啦，即系监管者咁样。哇，做咩？另外嗰三件瞓晒觉。咦，两个用咗嗰个咩巫女喎？另外那个就集技人好像，因为出了有些新角色啊。咁啊，有个野人，话就话野人啦，但系就佢系骑住只猪咁样咯，同埋嗰个技能可以撞监管者，咁啊 OK 嘅，几正嘅。咁啊，永瑞镇啦，呢一个场系。是不是出了什么新地图我不知道。好来了。咦，不是永瑞镇。这个哇，监管者啊，顶你个肺啊，越嚟越近啦，喂，等你仲过嗰边走啦。这个咪系伊藤润二嗰个嚟嘅，应该系。咦，佢个合作活动仲温紧噶，即系嗰个点讲啊？个合作活动就点讲咧？角色就停止咗俾人买，但系佢嗰个。佢嗰、那个，喂，唔好捉到乜地，有咩地？喂，喂死八婆，唔好咁啊！哇，你系咪好人嚟噶？你，唉，我知道你好人啦，你应该唔会杀我。哇、啊、你佛系的是吧，你不会夹我打我的话应该。哎，不理了，继续开嘢，继续整发电机啊，不是 sorry， 破解密码。黐线，又无啦走过嚟打我一下。你佛系来的，你不会勾我上去的，你不会捉我坐凳仔的，我估是吧。听讲夜晚好多佛系噶嘛，即系唔会怪人哋上去。喂，唔系喎，打到瞓低咗喎，阴公猪啊！你唔系要捉佢？哇，佢真系捉佢！啊！呢个位系咪落咗佢？咁啊，我呢个系点讲咧？我中意玩国内版啦，国内版就出嗰啲嘢快啲啦。咁啊，如果国际版就冇咁快啦。咁啊，其实如果咧，我唔系因为玩国际版先咧，唔系 ，sorry， 讲错咗。如果我唔系玩呢一个嘅国内版先咧，我就会玩国际版嘅。但系因为开始咗呢个嘅
國內版咧，即係同埋玩到太高 level 啦咁樣，咁所以冇理由唔繼續玩噶嘛。哇！真係受曬傷啦，冚家都。但係呢一個就嚟 hell 噶啦，呢個可以。到底夠唔夠好咧？其實咧，佢係一個點講啊？一個呢個犧牲品咧，其實咧就好有用啊，我覺得。点解呢？因为呢，当即系你捉到一个呢，嗰、那个你要睇下嗰个叫咩监管者会唔会熬底囉。如果佢大胆嗰啲呢，佢会离开的。但呢个监管者呀，似乎係啲熬底嘅人啦，即係保守型啦，应该係话保守啲嘅。咁佢就会喺旁边看住嗰条友，就唔俾佢走。咁呢个时候呢，点讲呀，两即係其中一个救人呢，係啦。咁啊，另外一个呢，即系我觉得啦，就应该系喂唔好过嚟，唔好过嚟。喂，你越嚟越近啦。喂，喂，你俾我成功好唔好啊？唔该你啊。系啦，讲紧咩咧？就系趁一个俾人捉住嘅时候，其他就去开嘢咁啊，啱啱好噶啦。死八婆啊！想喐我，喂，屌唔好啊！冇，遮住。虽然我戴咗顶帽，但系可以遮得到嘅。哇！起，喂，唔好啊！有咩啲顾得晒？我啲鸡屎嘛，你快啲走啦！你冇人啊，呢度死蠢婆。系啊，唔好诶，一走啱啦。咁喺呢个时候，我哋继续开嘢就应该得啦。咁啊，同埋呢个墙我唔系咁熟，所以连门口我都唔知喺边。咦，真系好得意喎，有列车噶喎佢。喺成个墙兜紧，系咪可以坐列车噶？定唔得噶？定会俾车撞咧？呢个墙做得几好喎，我几中意喎，真系。咁啊，都系嗰句啦，喺呢个即系点讲啊？有人俾人绑住咧，而嗰个监管者咁保守咧，就喺呢个时候咧，就尽快继续咧破解，咁先得嘅。唉，真系惨啊！喂，你咁样好难做噶走啊！你识唔识路啊？我帮你顶一下。走飞啊！搞掂，走咗，佢个快走噶咋？咁到底佢点咧？佢走唔走得啦？喂，佢都走得甩喎，好似，哦叻喎佢，系咪人哋放佢走咋？即系佢要打和咋呢条友？喂，佢唔走喎佢，喂你系咪傻噶？你有得走唔走？有得你走，系咪唔走？喂，俾车撞啊佢！喂，咁过瘾嘅冇事嘅，原来喂有得掩护喎。如果系咁，跟住个车行都得，即系如果你
嗰啲叫咩普通嘅啊唔得喎，啊唔係喎，佢行緊係得喎。如果咁樣，佢跟住架車行咧，可以掩護喎。啊，呢條友放佢走咧，應該係咪咧？係啦。哦，呢、這個都半佛系啦，呢、這個全佛系就係放人走。哇，佢唔想走咁嘅喂。佢帶佢嗰邊走唔得。哦，佢應該解任務啊，係嘛？佢帶佢去咩喎？喂，跳落去啦，喂！個名叫咩啊？佛系招娘娘。喺度拖時間啊！喂你，跳落去啦喂！喂！咦唔係喎，佢架車佢架電車係乜嘢得嘅喎？哇！佢都嫌佢煩啊，走！喂，你傻啊！你啊，走啦走啦，唉，啱啦。咁啊，打和算系咁啦，即系一来啊，呢个系咩啊？呢个系半佛系啦，咁所以就 OK 嘅，好啦。咁啊，好啦，今次咧，我哋呢一条嘅第五人格片咧，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咁多位观众，咁啊，即系呢一个系我回归嘅点讲啊？回归嘅第一条第五人格片啦。咁啊 ，OK 好，今次咧，我哋咧就嚟到呢一度先。咁啊，如果中意呢一条片嘅话咧，可以揿个 like 或者 share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话，你可以订阅个 channel。我第一条片，翻嚟再见。咁多位，拜拜。